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外语》，表演者高峰、栾云平。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如果再热烈点就更好了。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往台上这么一站呢，怎么样，大家都走了回来。嘿，说着这事儿呢，哎，这是开会来了，可以理解。哎，七点多开始演出，嗯，现在十点左右了，嗯，观众坐了几个小时，得歇会儿，放松一下，啊啊，观众需要上厕所呀，嗯，溜达溜达，活动活动。是，郭德纲老师也很辛苦了，郭老师呢，他到后台也得休息一下，对。所以我们演出的这个时间段呢，啊，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哎，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你就甭管了。好，好，我也甭问了。我刚才这段相声多热闹，精彩。郭德纲啊啊，于谦。于谦合说这段好的传统相声，是叫五坠子。五坠子啊，我们这段相声呢是这个华丰粮店特别赞助的啊，赞助的是面。对，于老师就喜欢吃面。是吗？喜欢吃什么？吃方便面。方便面。方便面哦，还给这个方便面厂啊做过这个形象代言。有这事儿吗？你没这事儿能烫头吗？哦，方便面头。哎，去了拐弯的，哦，就是照着方便面烫的那个头。哎，反正他们两个人对传统的艺术那是非常在行。对，尤其是郭德纲，郭老师。为什么大家对郭老师的相声如此的喜爱？为什么呢？郭德纲能够加工改编。对，刚才五坠的就是一段传统相声，老节目了。郭德纲的贡献，嗯，能把传统相声当中很多糟粕剔除出去。好啊，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好，全剩糟粕了。郭德纲改得好，嗯，于老师捧哏捧得好，哎，那更好。咱聊一聊郭老师生活当中的事情。好啊，可以说是生活趣事。嗯，郭德纲去世了。哎，这么一会儿给说死了是不是？不是说死，生活上的有趣的事情。哎，这行。郭德纲这个人呐，啊，人非常好。对呀，但是再好的人也有缺点。谁没点毛病？郭德纲的缺点是内在的，里边的。什么缺点呢？您谈谈。不怨他。怎么了？他身体不算太好。哦，对。体现在哪方面呢？嗯，熟悉郭德纲朋友您都知道。什么事儿啊？郭德纲的肠胃不好。是，史来刻不容缓。这叫什么词儿啊？有时候台上演演出，哭嚓就出来。哟，真的，嗯嗯，肠胃太差。嗯，有时候在后台坐着待不住人，啊，乌烟瘴气。哟，为什么呢？说医学术语叫排气。排气。说句文词叫放屁。这叫什么文词啊？这叫拦不住。嗯，在后台有时候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样。哎呦，就放开了。受了受不了。是，人多的地方。还好一点，嗯，不知道谁放的，对，就怕一对一，完，单打的时候，这要命了，对，瞒不了人，赶上过，是吗？上回郭德纲坐出租汽车，打车，说话好几年以前了，嗯，那阵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知名度，哦，坐出租汽车，一般的司机也不认识他，是，往副驾驶上一坐，刚坐了没有三分钟，哎，肚子难受，开始，屁要来，哎。就俩人，嗯，味儿出来了，司机准知的不是他自己放的，对，能怀疑别人吗？怀疑自己媳妇儿犯不着啊，多新鲜，只能怀疑旁边这个，哎，乘客呀。郭德纲有主意，他呢？你这玩意儿味儿是一方面，还有呢？他有声音呢，声儿还不小，声音一出来让人笑话。是，郭德纲有主意，他呢？跟司机聊天哦，分散司机的注意力，这可以。哎，蔫不出溜的。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啊，就是放一个跟司机聊天。聊什么呀？司机师傅，嗯，您好。好，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哎，我叫郭德纲。还介绍我们相声演员有一种基本功课。什么呀？叫绕口令。绕口令。好，我说一个绕口令，您跟我学好吗？嗯嗯，注意啊，您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嘿，司机师傅，
您能说上来吗？学学。苏秦说，那个先生您再说一遍吧。啊，你放屁声太大，绕口令没听见啊，瞎当功夫白设计了。各位，哪个盖哪个，这是刚说完这句话，郭德纲开车门就跳下去了，太不好意思了，脸面上啊受不住了，尴尬啊。确实郭德纲生活当中特别可笑。是啊，没事我们在一块儿经常的交流，哎，聊聊天，经常聊天。哎，他是天津人，那是老家呀，原来就在天津生活。嗯，跟你师娘住在一起。是啊，晚上得演出。对，挺不容易啊。那阵演一场啊也就能挣几十块钱。对，慢慢干呗，都不敢，轻易不敢打车啊。不敢，就坐公交车，打公共，太晚了没车能走回家，不行啊。那天晚上演完出，嗯，到家门口十一点多了。哎呦，拎着包到家门口，刚要拿钥匙开门，嗯，门自己开了。哎，他以为呢是夫人给自己开的门。是吗？不是。谁呀？门刚开，从屋里出了一个男的，跟他年龄差不多，哦，仿上仿下。是郭德纲吓坏了。对呀，嗯，这谁呀？这是我家呀。嗯，你谁？大哥。嗯，大哥不要声张，您原谅啊。嗯嗯，我跟您楼上那女的，我们俩有点事儿，我们俩刚要闷灯蜜，他爷们回来了，完没别的办法，顺他家那阳台啊溜到您家那阳台，从您这儿我就走。哦，啊，都是男同志，咱互相理解一下吧。郭德纲一听这事儿咱得理解呀，对不对？以后咱有这事儿人还理解咱呢，是不是？还全有这事儿。不要紧，兄弟，走你的，走你的。哎呦呵，我掩护。哎，他还掩护。谢谢啊，谢谢谢谢。这位走了啊。郭德纲心说办了一件好事啊，这算好事，心里非常高兴。痛快哈，高兴。哎，到家一看，菜炒得了，酒烫得了。嗯，跟他媳妇儿对面而坐，嘿，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吧，享受幸福的生活，蛮好啊。吃完饭看个电视，哎，躺被窝里头睡觉了，歇着吧，睡到半夜两点半。嗯，郭德纲跟触电一样，怎么了？腾愣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干嘛呀？把他媳妇脖领子薅起来了，起来，嗯，起来，不是，刚才我演出回来，嗯，从咱家走那男的是谁？媳妇吓坏，那不说了吗？跟咱楼上那女。什么楼上啊？什么楼上？是咱家住平房。这才反应过来呀、啊！哎呀，各位，这都真事儿啊！是啊，都是真事儿。还有这真事儿？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当事人，您知道吗？把我吓坏了！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哎。说实在打闪认真功夫，你别别别，咱这脑子这里没你的事。脑子怎么样？别别别，什么脑子？嘿，说心里话吧，啊，这是九，说话年头九五年的事了。九五年，九五年的事儿，是你算吧。郭麒麟九六年的生日，是、你就算吧，你就算吧。不是，这郭麒麟回头找不着爸爸了。谁说找不着啊？啊，找着了。哪儿呢？远在天边。行，跟你没关系。没什么关系，哎，生活趣事嘛。嗯，郭德纲生活当中是极其可笑的一个人。对，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欢乐啊，生活当中娱乐大众，哎，这是一个好事儿。是啊，生活当中不光给大家带来欢乐，还有吗？自己也要进行一些个研修，是学习，哎，得进步。说相声的什么知识都得有，嗯，什么学问都得有。对，拿我来说吧，谈谈你自己，学问太大了，啊，什么学问都会。你都会什么呀？天文地理。哟。海洋气象，呵，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哎，幼儿教育啊，未雨先校，待客煎药，这我都会。不是，嗯，您还管煎药？煎药啊，就是熬汤药。我知道，我会。哎呀，就给郭德纲熬药。是啊，郭德纲身体不好，对，我给开的药方子。嗯嗯，我给他熬药。哦，您会这手？喝了两个多月了。怎么样啊？这不昨天住院了吗？嗯，你给他熬死了是怎么着啊？住院了，他没死，不喝我这药他完了。是啊，我手到病除。嘿，没事在家我给他熬药。熬药啊，一边抽着烟卷。嗯嗯，一边嗯，拿烟灰熬，是不是？不是，我在网上查，人说这个汤药见烟灰喝了就死，我试试灵不灵。你就拿郭老师试，是不是？网上东西不能瞎信，咱必须得试一试。甭试，你甭给熬。万一要是个偏方，他不得救了吗？那要死了怎么办呢？活该呀、啊！
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反正就是说这些方面的学问我都有。是吗？知识我都会，还够广的。另外来说，我有一手最拿手的。什么？别的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不是，您的强项是什么呀？外国话。呀哈，我的外国话说得相当好。是啊。对，你会说外国话吗？我基本上算不会。不会？不会啊。那行好，有机会我教教你。哎，别，我教你学外语。哎，我愿意学。好吧，干嘛有机会呀、啊、嗯，今儿您教教我怎么样？今天在这儿啊，是个好机会。是啊，今天是这个跨年之后的封箱演出。对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啊。因为什么？这是最后一个封箱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奇的2012已经到来了 咱这熬日子，下一个封箱已经没有了啊。珍惜眼前的时光。哦哦，你要跟我学学外语。对，这是一个好事儿。嗯嗯，我还愿意教给你。好好好，这么办吧。哎，您说，在这儿举行一个小型的拜师仪式。哎，你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给我磕仨头。您先等一等，你算我师傅。不是，好不好？谁算谁师傅？你算我徒弟。不不，您先，我算你师傅。不不不，来来来来来，不行，我有师傅。磕头，我有师傅，我不能拜你。我有师傅，你甭来我。你怎么回事？我不能拜你，我郭老师那儿我师傅，我不能再拜你，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你怎么那么些话呀？不不不，不能拜我为师，不拜，不愿意拜，不愿意拜啊！不拜行，哎，不拜你就别拜我了，就是你光磕头吧。哎，那倒成，我疯了是不是？磕头不让你白磕，不是那干嘛呀？咱俩认个干亲，咱们认什么干亲？你算我的干儿。哎，好，这回满意了吧？不满意，我辈儿下来了。这不还长一辈儿呢？咱说这学外语，您教给我就完了。行，哎，教你学外语啊。嗯，学哪国话？哎，大众话的。嗯，英语。哪国话我都会啊。啊？哪国话我都会。哪国话？英语我会，德国话、日本话、俄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我都会。嗯嗯，都会说。都会。都会说。就这么全面。学哪儿吧？我就学英语。学英语。嗯，行。学英语先学字母，好，应该的。字母完了学音标，对，音标，然后是单词，嗯，然后是句型语法，就能会话。哎，逐步的嘛。学英语首先要学字母，字母，这18个字母必须得背熟了。不，等会儿。另多少个？18个字母背熟了。26个字母。你不懂，我有熟人按七折学的，你知道吗？这还图便宜呢。多少个？26个。26个字母，哎，得把它背熟了。那当然了。然后是音标，嗯，得知道这个字母怎么念。是。然后大量的积累单词，对，套上句型就能对话。哎，能聊天了。你的英语基础怎么样？哎，嗨，会几个词儿，但不多。我考考你。考一考。考一考你啊。嗯。我说中文，你翻译英文啊。哦。我先摸摸底。哎，好吗？好好。哎，摸摸你的底啊。嗯嗯。我摸了啊。哎，嗯，闭眼。不不不，这样一闭眼指不定摸哪儿了。不是闭眼，你回忆啊，回想啊。不不，甭问，我就睁着眼就完了啊。行，问什么说什么啊。哎，说英语啊。嗯，香蕉，这我会。英语怎么说？ banana。 好，橘子， orange。 苹果， apple。 错了啊。不对，那应该呢？交给你啊。怎么说？苹果叫 iPhone。 不，对对对，你说一次。不，您说这手机呀、啊、这是对不对、啊、我以为是吃的那个呢。吃的那你怎么答的？ Apple。 哎哎，好，再问一个啊。嗯，桃。这不会了，完了，这一个字的他都翻译不上来。你看，换一说法，桃子。不是桃子我也不会啊。你看这香蕉、苹果、橘子俩字儿的能翻，桃翻不了了。桃子，你大桃我也说不上来呀、啊。你不会这词儿啊？不，就桃根本不会说。不会，我教给你吧。哎，您教给我，不让你白来啊。嗯嗯，桃这么说。怎么说？桃叫吃屁，不是 peach。 啊，到了咱吃什么 ？peach 啊 ，peach。哎，英语习惯倒装嘛，我给装错了。啊，可别吃错了。peach， peach， 桃，桃。哎，嗯。再问一个词，哎，冰箱。说英语，你买这水果得装冰箱里啊，嗯，要不坏了。是是是。哎，冰箱怎么说？冰箱啊，不是，说呀，不会，不会说不会啊。我告诉你啊，哎，你不是不会，嗯，原来学过，你给他忘了。不是，我启发一下你，给你制造一下语言环境。注意啊 ，Hello，Hello，
对话啊。哎 ，Hello，Hello，Hello，boy，Hello，boy。Please translate this word 冰箱 into English。Hello，boy，Hello，Hello。Please translate this word 冰箱 into English。不是您别起急 ，Louder。我不会。你嚷嚷什么呀？有这种态度学习的吗？啊，你跟你师傅学相声也这样吗？我教你一段报菜名，我不会。什么模样这是？我不是那样。什么倒霉德行这都是？不是这个冰箱啊，不是忘了，我根本不会。不会，我教给你。哎，您教我。冰箱这么说啊？怎么说？冰箱叫 fridge。哎，哎，你说啊？哎，说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啊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Follow me, fridge. Please read after me, fridge. Follow me, fridge. 不是，咱这哪个是冰箱啊？你还没有那个侯震聪明呢，你知道吗？你脑子也太笨了。不是，我哪摘得干净哪是冰箱啊？这不让你跟我学吗？啊，你就说这一个词啊。哎，对对对，注意听啊。嗯。Fridge， 哎，好，您停，你说 ，fridge， 好，哎，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还有一种说法呀？你看不同啊，同义词，哦、好好，注意啊，叫 refrigerator， 这那么长这个 ，please， 停停停，我最腻歪就是这 please， 表示尊敬，不不，甭甭，您再说一遍那冰箱 refrigerator， 您别说了，我说，你说 refrigerator， 怎么样？挺好，好，挺好，哎，还有一种说法。怎么那么些种说法呀？这是三开门的，啊，够全面的。注意三开门冰箱啊！哎哎，叫 refrigeratory， 我这更长了这个。Please， 就我来。refrigeratory， 你叫唤什么呀？拿我当狗了。refrigeratory， 就这样吧。哎，好，就这样吧。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为什么呢？我是要讲一讲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区别。不是不一样，还有分别、啊、英国人说话舌的根子发硬哦，说咱们普通话吧，嗯，就是拼音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儿化音。哎，这儿化音，这儿别拍我，我给你讲，你得注意哦，没有儿化音，嗯，没有，没有。你比如说吧，啊，英语，英国英语说冰箱怎么说 ？Refrigerator， 哦，这哽了一点 ，Refrigerator， 呵。美音说比较俏皮是吗 ？Refrigerator， 嘿，都这么说，哦，这就是区别。是英国人说话好听，哦，绅士的风度，嚯，穿着一身西服，哎，衬衫打着领带，下边尖皮鞋，嘿，讲起话来都是这个样子。哎，您说点长句儿。Hello， 嘿 ，Hello everybod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乡亲们。等等，欢迎。这乡亲们怎么意思？不明白呀、啊？不明白。乡亲们呢，就是跟我是一个老家，后来我就搬。我没问你这个，他问的吧？乡亲们是什么意思？不是，等等啊，人给你解释，你又不听。我说您这外国话里边有一中国话，乡亲们，我听懂了。你听懂了？对。哦，说错了。嗨，说错了。哎呀，女士们、先生们、哦、，Ladies and gentlemen，、嗯、女士们、先生们，你瞧，哎、啊，这是英语的语言习惯。是 ，Lady，L-A-D-Y， 表示妇女的意思。嚯、哦，复数很多的意思，就是把 Y 去掉变成 I-E-S， 就是很多老娘们的意思。这是文化人说的话吗？女士优先 ，Lady first， 所以要把 Ladies 放在前面。嘿，啊 ，Gentlemen 放在后头、嗯、，Ladies and gentlemen、哦。这连风俗习惯都教给你了哦，这算风俗？那当然了。呵，我英语说的确实不错吧？哦哦，好 好, 好，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我学这方面有点太难了。那怎么办呢？我想换一个语种。炒菜。对，可以。炒菜叫语种啊？那你学哪个？我不学什么话？哎，日语你会吗？日语啊，我太会了。怎么了？因为什么呢？日本省那个地方呢，我也是经常的去。先等我。到那儿，我跟他们那个，谢谢。我跟他们那个省委书记也。这日本成省了。我跟省长一块儿打过麻将的。他没理我，你知道吗？您等一会儿。一块儿他打一发财，我听了吗？哎，等，日本那是国。哦。省委书记。我这跟你说话呢，我这。
你怎么回事？废话，怎么回事？那是日本国，怎么叫日本省啊？嗯，日本国那是一个国家，独立了。不知道，不是独立了，不知道。哎，我买那《京华时报》是没写这个。废话，那是不写。我买上礼拜的看看。哎呀，这他大前礼拜也没有啊。多大的事儿这是？早，人家是个国家，不是省。国家还有这么小的呢？那没办法。哎呀，你这不是多余吗？你改成叫日本大和自治区多好呢？日本大和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日本大和族自治区。我说您这愿望倒是好的。不完了吗？你费那事干什么呀？真是。那人现在还是个国家。啊，行，明天再说吧。哎，明天改不了啊。反正日本话吧。哎，日本话。日本话，我说的不错。是。说的好极了。是吗？日本话和英语不一样了啊。这分别呢？它是平假名、片假名。这我还听说过。对吧？对。也得需要背诵。行。阿姨乌爱欧卡克库卡克萨塞苏塞苏马梅莫买莫纳内诺奈诺。哎，我学这个，没事就背这个，这俏皮。我说你学啊，好嘞。啊一乌爱哦，啊一乌爱哦，卡克库卡克，卡克库卡克，萨西苏塞苏，萨西苏塞苏，马咪木买猫，马咪木买猫。郭德纲是我儿子，郭德纲是我儿子。我，这叫什么话呀？不是，这是帮助你记忆，这帮助了吗？这个，你不信？刚才我说这几句，你哪句记住了？对不对？你肯定就是郭德纲是我儿子，这句你记住了，而且记得挺深刻。你看看，头了那些，你说一遍我听听。说，我就记住儿子那句了，帮助你记忆吗？不是都？不是，我不学他是谁儿子，我学日语，学日语。对，就刚才说这都是日语啊。哦，对不对？这也是日本的基本字母，是平假名、片假名。嗯，这个学会了之后。然后才能跟人家会话呢。好好，对不对？哎，教你几个词儿吧。教教词儿。我怎么说呢？我叫瓦塔西。哎，这我练练。瓦塔西，瓦塔西，瓦塔西，瓦塔西。好，你怎么说？阿纳塔，阿纳塔，瓦塔西，阿纳塔，瓦塔西，阿纳塔。哎，这是你和我。好好，对不对？哎，我想学一句话。哪句？就做个自我介绍。哦，哪句词儿？我叫栾云平。你的名字？哎，你叫什么？栾云平。这么说？我怎么说？我是瓦塔西啊。嗯，自我介绍。瓦塔西哇，八个鸭路。嗯，你想想，自我介绍。您这拿我开玩笑了是不是？谁拿你开玩笑？那八个鸭路这玩意儿抗战片里有啊，那是骂街呀、啊。谁说的？啊，你发音不准确。八个鸭路是骂街。那您说的呢？你这是八个鸭驴。驴啊，就是驴唇那驴啊，驴唇我知道。八个鸭驴，我练练、啊。就是你的名字，我练练、啊。你来一回，瓦塔西哇八个鸭驴，没有自信哟，拍着胸脯，瓦塔西哇八个鸭驴，拍胸脯，瓦塔西哇八个鸭驴。你看这气势多不一样！不是我这跟谁说去？我这个跟日本朋友说去。别，说完他们就乐了。行。那还是骂街，真的。哦，我日语说的确实不错，确实不错。你比如说初次见面，嗯，跟人家客气客气，对，都得这么说。怎么说？摇头晃脑。嗯。哦，还有高赞一马斯，哈基梅马西德，多做一老西口，哦那个一西马斯。你看日语，一看就开始鼓掌了。日语，绝对是日本标准的地方方言，真的，日语。哦，还有高赞一马斯，哈基梅马西德，多做一老西口，哦那个西马斯。你说一遍。我说一遍。你看我刚说两遍了，你来一遍。我练练啊。你来一次。你吃了猪尾巴了是怎么？不是，我就记住这晃脑袋了。你摇头尾巴晃的这朋友。不是，我。啊咧咧咧咧。我这不一个音儿，您这日本哑巴，您这。我再说一遍 啊，再说一遍，您记住哪儿说哪儿。好嘞。哦，还有格萨伊马斯哈吉梅马西德多佐于拉西库奥尼加西马斯瓦塔西瓦巴格亚绿，瓦塔西瓦巴格，我怎么还巴格亚绿呀？我，你看记住哪个说哪个。行，您这就绕的我。日本话说的好啊。您跟人对过话吗？对过话。是吗？那天早上起来，哎，我上我们楼下有一早点铺，嗯，你猜我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吃早点去了。嗨，这脑子太笨了，你说你。
我上早点铺给你个表现机会让你猜一猜，你还猜不着，你说你这人多新鲜。我说干嘛去了啊？您吃早点去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去了啊？你干嘛去了？这都猜不着，你可真够笨的你。你吃早点去吧你。那旮旯坐着俩日本人，听说话听出来了，是吗？吃北京的油条，油条大家都吃过啊。油条两根粘一块算一根，对，日本人没吃过哦，正那儿犯愁呢啊。我赶紧过去了，您呢？几句话解决问题？怎么解决？冲他们一点头，你那一问那俩他那啥，他那啥问那俩你干？哟西，不是，哎，明白了，不是您跟人说这都什么意思呀？日本话分油条，您怎么给人分的呀？你那一问那俩他那啥。他那啥问那俩你那一干，有戏！不，哎，嘿，您怎么分的呀？连说带比划哦，油条都在这儿呢。嗯，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日本话要练起来呢。你拿一问那俩，他拿仨，他拿仨问那俩，你拿一干。有戏！别有戏了。这骗油条去了是不是？人家的反馈意见，哟西，你这个日本话说的太好了。这是日本人呀，济南的，那用你分油条呢？感觉他们要等朋友呢，多新鲜！我全给人分了，您都给人吃了，你这事儿闹的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行了，哎，我看您这日语啊不灵，日语不灵也比郭德纲强啊。郭德纲冒充会日语是吗？咱不知道哦。原来我就知道郭德纲的祖籍是日本。对啊，但是您说他、这个、等会儿不是日本，日本人大和自治区吗？不对，那他怎么比日本人还矮呢？那玩意没办法了，那个哦，那怨我了。哎，跟你没关系。你说他儿子也不怨我，他也不怨我，谁怨我呢？到这儿就谁也不怨你啊、哦，那行吧，反正郭德纲日语说得好，嗯，他自己说得好，哦，咱不相信呢，是啊，那回验证了，哦，我们上日本演出去，嗯，日本演出坐飞机去的，对，为什么开车人不到？多新鲜！坐飞机去，飞不了多长时间，怎么？为什么时间太长就飞过去了？你知道吗？你这是到日本的吗？到日本了，哦，到日本呢，在飞机上他不好好待着，他干嘛来的？自己哄自己玩，解闷儿，玩上衣这拉锁。拉链啊啊，拉上，拉开，拉上，拉开，拉上，拉开，拉不上了，哎，玩坏了，坏了！你再好拉锁，老折腾也受不了啊。就是坏在中间，嗯，上不来，下不去。你瞧，就在这搁着，这也挺好啊。对呀，他闲着难受，又怎么着了？这个在中间啊。他把下边给劈开了，嗨，上下都敞着，这胸前带一 X 就出来了，改大叉子了，谁也不敢问。是到了酒店，他没入住，他呢带着我呀啊，到大商场里去了，要干嘛呀？他想买一个拉锁给换上。哦，这样好啊，这就行了。对，衣服是新的。嗯，我说师哥，咱不能去。怎么了？语言不通啊。对，嗯。没问题哦，为什么呢？啊，咱们说相声的，哎，无不知百行通，对，说学逗唱嘛，是学字儿就包括学各地的方言土语，嗯，对不对？嗯，我说那日本不是方言，哦，日本不是日本省吗？我说人是个国，哦，独立了，京华时报是没有，咱认准了京华时报了，是不是？我现在喜欢这个报纸，不，没有，哦，那这没关系，我会日语，嗯，那您会就行了。跟着他去了，晚上去的哦。服务人员很热情，哎，这多好啊！过来给我们鞠躬，空棒吧，这什么意思？晚上好，打招呼呢。空棒吧，郭德纲一听，你也捆上吧。哎，这到了懂是不懂啊？我一听，坏了，就是不会日语，根本不会。郭德纲有主意，他呢，跟人说英语，英语可以了，通用语言。Hello， 人一听英语，人也说英语。Hello， 这行。Hi， can I help you？ Hello， 广哈喽啊。嗯 ，I want to 买个拉锁。这两叉儿，这个不会了。后头把老家天津话想起来了。I want to 买个拉锁。人一听 ，What？ 呵，
I want to 买个拉锁 Pardon 买个拉锁你跺脚也不明白光剩天津话了是啊人更不懂了哎，郭德纲有主意他呢不懂没关系怎么办跟你比划手语拉锁懂吗嗯，这不叫拉锁吗对拉锁比划拉锁是刚比划两下人还真明白了真不错到旁边那个柜台给郭德纲拿来了、啊、拉锁日本军刀哎拿军刀干嘛呀你琢磨他这个造型嗯人以为他要开膛呢嗨郭德纲一看军刀来了是拽着我就跑了跑了快走快走啊拉锁咱不买了怎么我说哥哥怎么不买了呢是啊嗯不行没看见吗啊刚要买个拉锁给我拿军刀要给我开膛对幸亏是买上衣拉锁要买别的呢这要买裤子拉锁就给我扇了呵这玩意儿假充会、啊、您说郭德纲冒充会日语就说呢你看看嗯他要买裤子拉锁你这多好的事儿不不不不好不好不好我为让他嗓子再亮一点我看你没有别的意思行行行这玩意儿更坏他这个对不对现在还不充分、嗯、还不充分行行行甭提高了反正我这日语比他说的好你我还不行当不了老师、嗯、怎么呢我想换一语种又学哪儿的话阿拉伯话呀不是阿拉伯我阿拉伯话我也会没那朋友阿拉伯话我跟你说一个啊哎呦呵阿拉伯话我也会您说两句舌头得利索对注意阿拉伯话一抬头就开始了哎你怎么了你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尼玛九十哎哎怎么样这是阿拉伯话呀阿拉伯数字 哎这怎么样哎阿拉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尼玛九十这哎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哎我最喜欢这个你也就会数点数这是课间调剂一下甭填甭介课间调剂换一语种换哪儿的话法国话嗯法国话说的最好是吗我说的最好说的最流利的就是这个法国话这法国话您先等一会儿我在法国您这是您先练练中国话吧中国话没问题啊、嗯、法国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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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您怎么回事这法语法兰西法语法国人说话哎行法国人我行是哎因为我认识人多呀是吗啊我认识人都是郭德纲给我介绍的郭德纲朋友都法国人呵啊我跟他朋友学了好多法国话哦好真的因为我在法国首都巴勒那儿待了六年半、哎、行哎第七年人不让待了你这、嗯、在哪儿待来的法国首都哪儿巴勒啊你没上街子那儿转一转啊街子那儿空气不好行什么叫巴勒呀首都那叫巴黎啊巴黎我找找这音啊哎巴勒巴黎巴勒巴黎巴黎巴黎吧哎巴黎巴黎那儿待了六年是刚说是六年吗刚说六年半呢待六年半这玩意儿没谱啊看看你对我重视不重视我重视你待六年多嗯回国之后那天早晨起来灵感来了是吗在家搞一点小创作哦围绕着在法国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嗯写了一段小文字是吗豆腐块、哎、还没发表呢啊已经稿递上去了哟啊下期你一定要买一本中国妇女啊你瞅这地方最后一页那最下边是我这文章哎呀豆腐块哦叫巴黎的早晨巴黎的早晨啊说英语叫 Paris Morning 嘿这是我写的一个法语的小短文哎旁边是中文翻译哦哦啊这是我写的哎老师老师哎哎我想让您在这儿给我们背诵背诵行吗不行怎么了你各位朋友你也不了解啊、嗯、这么多朋友了你知道哪位是法国人对不对不你知道哪位是学法语的哎这有可能你知道哪位是法语教师对你知道哪位是个会计可不是吗所以说不这法语跟会计不挨边法语跟会计都属于那什么他都可以一块学这甭褶着说那万一我说的要是对哎或者说是不对嗯请懂法语的朋友请您千万别管啊什么叫别管呢你一管一说这打断我思路了哦说完之后您再提意见行说了说啊哎您说说巴黎的早晨您在那儿背诵的 Paris Morning 嗯注意听啊
我打一嗝儿还。说唐若本末呢，爱听包括 boy， 我买的比我还的多，咱们 youth boy， 你瞧，氛围很火的。但是我们当用的俺家 Z 买的兵，我见我三我们俩约的全部都拿去，完了、啊、各位，喝这个，别，已经完了，不，结束 ，game over， 很短，哎，豆腐块，哎 ，small binker， 等，我学法语，学法语，哎，这个最流利，我就是您，是吗？那我教你这一段，哎，你可不许偷着发表啊！好嘞，因为下月我这中国妇女就见了，我绝不发表，就见着了，一句一句来，我学这个。我再说一遍啊，哎，第一句啊，唐卓本毛呢？唐卓叫宝宝呗。你这不行，你注意发音啊！哎，我说一遍啊，唐卓本毛呢？唐卓宝宝呢？什么倒霉模样啊？唐卓，我启发你吧。哎 ，please read， 我不要这个，我学这就不 please 了啊。唐若本末呢？不是，你能不能慢一点说呀？慢一点，注意啊！唐若本末呢？唐叫不是，你再慢一点得了。唐若本末呢？你再慢一点，还慢？对，再慢点，你明白法国人就不懂了。没，我学的怕什么的呀？注意慢一点啊！哎、慢点，不连贯了啊！哎、好嘞。说同志们，如果你不忙你，同志们如果不忙你。对，就是这个意思。呵，好，翻译的好。那二句呢？还请我包括佛哎，你慢点说。还请我包括佛哎，再慢点。还是听我把话发呀？还是听我把话发？对，后边呢 ？What made baby had a dove？ 什么 ？What made baby had a dove？ 慢着，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哦，每天必须喝老豆腐。对，在后边呢？烧米油条 boy。这烧米油条我懂了，烧米油条 boy， 这 boy 什么意思？就在那摆着。嗨，我还想多了。我烧饼油条 boy 后边呢 ？For in the morning， 你慢一点。For in the morning， 你说清楚了。For in the morning， 你再说点。服务员是很忙的。他还急了，还什么人呢？服务员是很忙的。哎，后边这句呢？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啊？端这个烧饼，拿着饼在喊、啊、喊什么？这是谁买的饼？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哦，啥烧饼俩油条，最后吃完了盘碗都拿去。这连起来是法国话吗？跟法语一个味儿。你说我听听。说唐若本末呢，还请我包括佛哎，我这没得必须喝了豆腐烧饼油条 boy， 佛也很末呢，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这是谁买的饼？我说这是我，啥烧饼俩油条，吃完了盘碗都拿去。就这个呀。